was building on the lecture. Verses coming daily under pressure. Working on the plot and the scheme. The true style trademark is at the edge of your dreams. I'm talking one shot for the kill. The breeze cut, freeze up, straight dropping the chills. I'm talking taking over pieces and shares of all. Hello， 大家好，我是邵伟，今天要来介绍一台非常特殊的车型，那就是皮卡，那国外俗称叫 Pickup。那在2017年开始，台湾的法规开始放宽，这一类车型是货车牌。在台湾以前的法规规定，货车牌最多只能容纳三个人乘坐。那在法规更改过后呢，它可以让后座也增加椅子，所以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五人座的车型。那因为法规放宽之后，在台湾如果喜欢户外运动、露营啊、冲浪等等的这一类消费者，就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车型。那由于刚刚提到法规放宽之后呢，目前在台湾比较多的皮卡主要有 Toyota 的 Hilux、 福特的 Ranger、 福斯的 Amarok 这三款车子呢，他们算是比较平价或日系或是德系比较平价的车款。但是如果你想要有这样的大空间，但是又觉得说车子开出去想要它是豪华的品牌，内装比较舒适啊，比较多样的豪华配备的话，我身旁这一台宾士的 X250D 就非常适合你。而且这一台我们后面又帮它加装了这个所谓我们讲第三厢式上面的屋顶，好，因为其实台湾还比较偏容易下雨啦，所以如果后面没有一个盖子的话，其实在台湾来讲没有到那么方便，所以我们先把它加装了起来，让它的整体的外观性能看起来更整体化，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皮卡的车型。既然刚刚提到了这一台 X250D， 它的内装豪华，它到底是豪华在哪？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这个仪表板，全部都是皮质的包覆，包含了四个车门，这些都是真的缝线哦。这个跟一般的大众品牌的做出来的 pickup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那我们再看到它的方向盘，无论是方向灯拨杆，还有中间的这个旋钮，还有控制前面 command online 的大萤幕，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跟宾士所有都是共用的，所以它在内装的豪华程度上会让你开的是一台 pickup 没错，但是你坐起来感觉像是有宾士内装那种轿车那种非常豪华的氛围在。其余的包含了车道的偏离警示、360度环境，尤其这么大的车身非常非常需要。然后前后雷达这些配备在这台 X250D 上全部都是标准配备，基本上开的这一台车其实也不用开得很快啦，因为它其实都是搭载柴油引擎，它的扭力非常非常的强大，开起来就是非常轻快，你的车型又是相当独特，开在路上绝对是会非常非常非常吸睛。接下来提到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价格。刚刚上述的这些比较大众化品牌的 pickup， 他们的售价差不多在140-150万左右，其实与我身旁这一台 X250D 的售价并没有差到非常多，而且这一台车子是欧规德国引进，里程仅跑了8800公里，算是非常非常新的一个车况。那这一台车呢，不只是开着帅，它其实里面还有那个四轮传动的切换系统，它从4H、4L 到二轮传动都可以做切换。而且这一台我本人有开去水牛坑，有实际的越野过，它的越野性能其实我觉得不能说到非常顶尖，但是我觉得以皮卡来讲，它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如果你是喜欢户外运动的，你有需要载大型物品的需求的话，不要忘了马上跟我们宏达国际联络。每个礼拜五我们会定期更新我们的影片，可以上 FB 搜寻宏达国际。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以及追踪开启小铃铛。我是邵文，我们下次见，拜拜。